后面的，先来拆后面。来，来拆那个后面的来令片跟碟盘。啊，头前的白龙雪进前捌拍过的，你爱去参考迄个四部影片就好啊。后边我唔捌，后边进前较早捌听，但是唔捌拍过片。来，后面。头翕一下师傅，汗臭好哦。迄后壁感应线，我记敢嘛无倒嘛，伊原底无倒啊。原底有倒。原底有倒，好，无紧，你原底也插着，因为我记迄感应线拢歹个，伊迄个功能啊害个。因为它已经完全到警示，它都不会亮灯了。想要介绍一下。这 AC 的尾烫啊 ，AC 整个排气管过来，啊，这颗拆掉，啊，我接我这来得掉，那等你这不然嘛，下来换，这个再来拍，哦，用路够大的啦，后面的传动轴，我的差速器多济嘛，唔知影。那两颗拆掉，我要拆掉个胶壳。哦，来临片先退后拿下来。好诶。对啊，都用紧绷，所以我后边感应线害。来，来更新的比一下。哦，你看白龙雪有勤俭朴实哦。真的哦，真正做勤俭朴实的，你看，惊到，我算勤俭朴实的过头去啊！所以他们在拆，伊是直接先把这扭起来，他不是直接拆这边的。连螺丝哦，哎，这帮我清洁一下，转进去。那手动刚才先放，我唔知跳转来，我唔知呢。啊，无啦，无哟。这个马先套，应该超十档唔捌摕啊！还要洗的啊？还没。一般手动可能还阁鸟鸟放灵，我的手头差不多要到八档啦，啊前叉子我唔知影几档，哦出来了，阿姨啊你转帮啊，哎阿姨啊这为什么要套起来阁先转这個？我买目睭啊！哦，哈哈，到尾粉尘真多。我这是算清洁，我鼻鼻那种干咳同款的。要先把那个刹车粉尘先弄掉。这管刹车清洁剂，啊，转了，因为真清气呢，真巧呢。
转腿嘛，要转这个腰先，这个先甲提，爱先提提。哎，这原底是安尼转的啊？我是配零。哦。我感觉做安尼调整这個，敢那看到真麻烦。啊，这一定要过阿刷米啊，阿刷米我是直接调整的。调整的间隙。哦，安尼即马咧偷开好偷啊。嘿啊，较袂紧调，紧啊较袂紧调的啊。啊，无动一下，有时啊你歹等。哦，这我咧看，可能我十几年前也毋捌去偷车啊。这无换，吼，迄内底敢阁有其他的螺丝？啊？阁有其他的螺丝嘛？拢紧的尔。先做记号。你这个螺丝触感足奇怪，是安那？这是弓啊！哦，弓啊，不真奇怪呢。哦，它直接推进去，像一个那个船锚这样。所以这应该是离了都射要开安尼嘛。转转一个落去落，定掉咧。哦，哦，你转我，你翕啊。阿杰，你莫讲到我射啊。哎。哦，伊嘛，你嘛叫啥嘛叫阿姨啊？真穿咧！伊叫阿姨，我叫阿爷啦。哦，阿爷较对啦，嘿。好。好。两粒平长，这个叫无的就错晒啊，吼。对啦。这个叫有咧哦。叫有啦。迄只叫有哦，真穿咧。好。用护鱼啊，动不用护鱼。对啊。哎呀，伊只碗是即个人拍的，做碗吗？不，换皮啊。哦，还佫分解的嘛。嘿，来用分解。这是新的，伊这应该到这部分到正平分，顶到下尔，上到下。这个爬在这边。现在搞不洗好换。嘿。你这么新车是嘛拢，新车嘛是咧做的是嘛是第三油条的。我是靠运泵，哦，靠这油的嘛，所以就无搁做内底这啊。像那个钓鱼的NG，跳这样真麻烦。真的，你现在安尼大球敢球袂起来？无大吼，伊迄条佫缩掉。这边。我讲换这小狗真歹用，无怪迄个前车主囥较紧，大概至少十多年没有拆了。那去第二只，先比对上下。
下来了。来，我来比一下这個，安尼互惊一下。你看，我的手动佫救袂着，我厉害。伊个这两公久无听，敢会袂记啊？我刚伊看这吓啊，伊种车怎啊往少啊吼？嘛是爱多摸索。对啊，因为我看这个所在，我一无倒的。伊才阁做一个这呐滑动片这这地。迄地是手刹车咧救。哦，咧救遐个。我坐靠一只。哦。哦，那一块是在那边撇，在那边撇的啦。我刚刚这是要告拍到。那个要赶进去了。这边，这哦，这家，他是从这边干过来，我一个穿毛射回来。老公来干得准，快过来了，老公过来了，这边这个部分配了，就是那个十字进去要转这样，我这设计车怎样真巧的。啊，另外上面那里还有一根要配进去，啊，后面这边要配勾住，哇，要是我硬筋啊，手够酸的。做事好乖，哦，拍谁拍谁？这个为什么会来？那个阿姨啊，红尾轮胎这边换这个，因为阿里瓦的底盘，它跟一般车子吼设计有些东西无啥共，你知道？啊，最主要来这边，它可以支援我这样拍片分享这个题材给同学，因为他们在施工是很快，但是我们在拍片的时候，时间大部分会浪费三倍以上。啊，所以感谢这个红尾轮胎的头家，也当然愿意和我拍摄分享的同学。啊，这边也被做车卡啥，他这边很专精了，我让车子让他弄十几年了。这要求太高了呢。哦，反正想办法把它勾进去。不倒啊，不倒。好，进去啦。所以那个阿爷啊讲正常。
是哈夫在套哦，这较好用，但是伊这个爬来讲困难度会比较高啦，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方法下去勾，但是这要有经验才套去。哎呀，伊这种刹车这样，一般钢壳那无味无啥夹。这挥发性比较好。哦，所以属性无夹，伊较袂安尼湿湿的对。这点就大意啊。嘿。哎，这行够好用哦。啊、然后那个小龟头，小龟头干进去，顶住。啊，一支小支船嘛，我感觉还佫干。哎呀，一支嘛还佫顶干。啊，先做下先勾起嚟嘛。迄种新车，你讲直接用油，油的碟刹咧用。伊是算电阻，怎样电阻的、啊？是的，用电阻托付啊。滑，老公要滑进去了哦。哦，老公一下子滑进去，靠后边，用镜头放大的。啊啊，你那边蛮车好。先卖转，那边先卖转哦。因为那边全传动轴也对等，我听伊老是在敲，那边先等一下啦，因为那个敲它这边会动，先忍一下，阮这阮等阮等会交起去的。啊，恁遐笨无？先来，好。你赶紧来，你赶紧坐坐。好，我紧啦，多谢你啦。阮阿姨啊，现在对我足好。恁老师，我惊。反正是想办法勾进去的。你那个角度要转，足歹转的。我倒去，太硬。嘿，先勾管顶，再勾下骹。基本上要勾进去，我觉得好像在对乐透一样哦。困难度很高，因为落伊头前个井仔挖的，啊，正常是哈乌要调调会较好用的。无倒。好，没关系。反正就勾上去了。哎，来，先换勾那个，再装那一颗鸟头，安尼伊开开春秋的迄落距离较袂爱落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要用另外一种。较头一步的方法，安尼较紧咧投哦，安尼咧紧就较好紧啊。回手。好，无紧来 NG， 我怎样直接落去啊？我要让知影这师傅的辛苦啊。所以有些东西看似简单吼，不是说哦安尼两，人讲两条螺丝要掏偌久，而且穿两条螺丝掏几工掏袂好势啊。这历史性的一刻，我一定要把它拍起来。因为我咧拍这先生爱讲一寡干的，有安尼对吧？因为我要拍这个，我需要讲干话，要不然那个同学说，那个一个画面要拍多久？啊，我讲干话，一个讲哦，你很多话嘞，这是。哦，对，下骹迄个尖尖的，差一寡寡尔，搁平一下。哦，进去啦，老公进去啦。啊，过来，迄个船锚转进去，转过来。一个插片。插片呢？我看发明这车是真巧呢。我帮伊补光一下，再先对一下，里面有一个缺口，给它干过去。所以有的时候要干的时候要开灯，没有开灯啊干不准。我们当车在后边才复杂了，我无怪进前的车主无爱换。
我听这样真歹谈。看无啦。面无好动啊。所以阿基用那时候用暗时候用暗时候开电火哦、喔。系啊，嘛袂当讲靠感觉。进去啦。好，后来等那个碟盘来。碟盘。好。来，等待碟盘的空档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哦，伊这个船锚的部分，哦，我这是要够歹高呢。哦，来临片手动的机，它是这边在跑。啊，这个所在，哦，船锚的部分，这边，哦，勾进去，安尼。来拢是较巧。好家在这个我没有猜，自己猜绝对失败，所以我较介意的看为什么白龙雪底盘的部分我都很少拍，因为底盘你车子要顶起来，基本上我拢较介有点规则，因为有时候你要 DIY 的话，你要自己评估你的胜算，像这种东西的话，你家己贴是应该嘛，我都成功，但是你车子你没有那个架机顶起来，你敢用那个脚柱刀用，危险性还蛮高的啦。边的话基本上拆法一模一样哦，这个我们就大概简单带过就好了。哦，这边的动坡也蛮厉害啊。哦，刹车清洁剂，它能把那个粉尘带走。大便跟粉尘我一起带走了。我今天看这罐真的好用，无我知道我有那个。哎，所以你若头前挡啊富，若有影伤济，头前咧转嘛是当用哦。好，后来就整个拆下来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边碟盘的状况。刚刚那一面它碟盘有裂掉嘛？我们来看这边有没有裂掉。这地无啊，啊你看差不多加高嘛，差不多啊。好，等碟盘过来吧。啪啪，跳到后面也是一样，先把平面马杀鸡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以为这产地到底是啥无同呢？这个精准度敢那看较悬呢？伊个料号伫遮，然后安尼，好，好来嘛吼，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一组，要开始了吗？第二只安尼嘛。对，我种一模一样啦，安尼，好，一模一样啊，好，开始啦，来，这一块碟盘把它开箱，哦，你只要塞倒得啊，这什么鸟金牌安尼，好，所以这碟盘你做完几百只，要做之前先想一下动作，好，哦，不要再去照，哦，破碟盘放上去啦。还去调色嘛，小可磨掉。现在在抓那个阿索米。好，来碟盘装上。它装上，它调整的时候可以从这边下去瞄那个里面的东西。还以碟盘的负责螺丝芯来换起。
啊，这种是暂时叠暗着的。好，来，进来，来看他那个手刹车。啊，一般新的来讲手动有哦。阿姨啊，他是跟我讲说，看要调暗哦，我安尼会使啦 ，OK 啦，开始。哎，非常好用 ，ONG 正印记。OMG， 你要用一点力。这个布收一下，有金吗？有没有金呢？影片下方点进去，换380块而已。下单唯一支持板同学。